种能量，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화장은치열하게머리는확실하게허리는조금더졸라매야해표정은알뜰하게말투는쫀득하게행동은조금더신경써야해영화속천사같은여주인공그옆에덧끌리는나쁜여자 욕심이남보다좀많은여자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今天是那个主题是不想长大，我不想长大，长大了最大的烦恼就是要顾及很多别人的感受，然后呢顾及完别人的感受之后还不见得就是别人会满意，可是不长大就没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进不来的节目。其实说实话，这个不想长大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组呢见到这帮年轻人之后，发现他们比一年之前第一次来到快乐大本营的时候真是长大了好多，但是我觉得更有魅力了，哎，成熟了，今天下午彩排见到他们非常有魅力，是的，我觉得其实可能不是每一个快乐大本营的观众都知道他们或者都熟悉他们，但是我想呢通过今天节目呢大家会喜欢这十二个非常可爱的男孩，我们掌声欢迎 EXO。大家来打招呼好不好？来，一二三，光大家我是 EXO。
看完这个总是我们每次听完这个快乐家族都会会心的一笑。嗯，好整齐，因为他们特别整齐，而且特别短，就噔噔噔。我们也可以叫得很短促吗？我们试一下。哎，嗯，我们俩怎么呢？是我们，我们是二啊。二啊，我们就直接来，我们就大家好，大家好，快乐家族，预备，起，到，我们干仗。两个女的都没有，我刚说的大家三个男生跟三只狗一样叫着，不是狗，是狼。不是，你们是叫完了，他就刚是海涛是他说大家，你们就已经说完了，反应跟不上。OK， 每个人来跟大家这个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最好是用自己的方式好了。大家好，我是 XO 坚韧淡定的 Chris。我觉得 Chris 有一些变化。怎么说？他之前来的时候是那种漫画般的打扮，这次他走的是很精干的那种体育系男生的。有点 man 了，现在原来是比较体育系男生的那种感觉。OK 哈，是喜欢现在的感觉吧？我两个都挺喜欢的，但现在确实好像更 man 了。因为就是头发这边剪短了，前面看得清楚了一点了，是吗？谢谢。我不知道灿烈是听懂了没听懂，没听懂，就是一直在跟着笑，你知道吗？一直在笑，还有鼓掌。所以他是属于 XO 里面的那个捧场王吗？对，是因为名字就说明了一切，灿烂强烈，就是你反应啊。灿烈，我个人很喜欢你的那个妹妹头。谢谢。好，来灿烈跟大家这个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XO 的小狼灿烈。什么东西？蒙完了以后，这是哎，蒙完了以后，小狼灿烈，这叫小狼那头发，你就好像那个帽子像 wolf。哎，你知道在那个中国，如果说小狼，最后最好后面跟个崽子，小狼崽子更 Q。我觉得灿烈，我不知道哪儿跟何老师有点像，耳朵吧。我觉得主要是身高比较像，狼的耳朵听得都比较远。好，下面是我们非常五彩缤纷的世勋了哈，来，大家好，我是这个 baby 世勋。世勋自己介绍自己是 baby， 女生都很难，除非是女生不能说，你都说我是 baby。为什么世勋说自己是 baby？这个王内一定吗？哦，最小的，最小的。OK， 海涛，你是我们队的。我是 baby。是 baby。baby。好，接下来是我们的 Dio。大家好，我是 EXO 的主唱 Dio。EXO 的什么？主唱。主唱。啊，主音。可以这样介绍吗？就是一个队里面，说是有当然了，因为每个人的分工都不一样的。比如何老师说我是大本营的主说，我说我是大本营的主 Dio。你觉得你像狼吗？저요그러니까제가표현한다고표현을하는데멤버분들이제가그냥애기같대요抢 baby 这个 baby 团，旁边世勋就不干了吧，因为旁边有人说他也是 baby。저는어리다는소리별로좋아하지않습니다。但是我自己本身不喜欢人家说我小，那你觉得你显大吗？完了破功了，开始一直在走沉稳路线。我不希望别人说我小。瞬间破功。OK， 好。接下来是我们越来越帅气的我们的泪，好，往前一步，往前一步，往前一步啊 ！OK， 大家好，我先接一下地气，有设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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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XO 的 JPG 治愈独角兽，泪，长沙话叫刘。好，我们累就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曾经他小的时候在我们湖南卫视的一段。不要又来。今天下午他就在说累回来一次我们就放一次，回来一次就放一次。接下来是我们的鹿晗。大家好，我是 XO 鹿晗。今天跟累学习了那个长沙话的问号。好，来听听说一下。大家好，我是 XO 的鹿晗。
那个，我是捧场王，我就不点评了。维嘉点评一下他的长沙话。这是韩语，我也不理解。哎，鹿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躲在里面装狼呢？因为鹿晗是真的特别的不像狼。因为你在演一只猫啊。猫。就我觉得我演的还挺像了。鹿晗，来一个，这样你来一个最狠的狼的，最狠的，最狼的那个表情，好不好？啊，一二三，等等。哇。啊，你再来一个，我给你配音，好不好？好，来，对，我们来配狼的声音啊，一二三，喵。好，下面是我们的凯爱，好来。大家好，我是 EXO 的性感的舞者凯。哦，下面是我们的秀敏，来。大家好，我是 EXO 的你们的包子秀敏。我觉得他的脸，我也没有办法想象他是狼的样子。他好像是一只小松鼠。来一个狼的表情来。一啊！哇！他是不是误会，以为我们要他做鬼脸？是可怕的。秀敏是努力的。变化最大，我觉得蛮大的。是涛吗？你真的变化很大。你今天来，我们差点就惊讶了。那帅好多，真的。怎么上去了？不，就是又上升了。穿一个防弹背心还行。好，来，来涛介绍自己啊。好久不见啊，主持人，好久不见。我是XO 的 AB Style 涛，和你们以前爱的那个浪漫功夫熊猫和孔雀哥哥涛，谢谢。他在大本营留下好多故事。是的，浪漫功夫熊猫，一个人去海边，孔雀哥哥。可是他一直想要摆脱孔雀哥哥的称号。没错，没错。我们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给他逆袭哈。好，下面是我们的 SOHO。大家好，我是涛的妈妈。和 EXO 的大妈祝贺。一定有人在整你，让你这么介绍自己。所以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涛教的你是吗？他理解的大妈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大的意思。那涛说大妈就是很大的。Big Mama。Big Mama。No。Not big mama, old lady, 大妈。你通常介绍完自己是大妈以后，你要马上跳一段广场舞。差不多。I'm old lady, I'm old lady. 好，来，谢谢，下一位，来，我们的陈，来。大家好，我是 EXO 的曾。这个标准，这个标准，这个长沙话很标准。曾，你负责的是什么？什么担当呢？我的主唱。我的担当是他又有一个主唱，这不干哎，又丢，哎，又第三容不得，那个装成熟的又破功，他说我是主唱。啊，我也是主唱，我也是。好，下面是我们的伯贤，大家好，我是 EXO 的眼线伯贤。啊，眼线，眼线。为什么要介绍自己是眼线？因为你不说，我们真的没有看出来。그때부터아이라인을계속쭉그려왔기때문에아이라인을담당하고있어요。哦，现在越来越淡了，是吗？那你如果对现在的造型起个名字呢？口红担当，口红。主唱，又是主唱。是主唱，好样的，好样的，耶，好样的。哎呦，主唱可能是想不起自己是什么的时候，就说是自己。没有，我跟你讲，慢慢的，因为主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主唱的含金量就越来越低了。所以 DO 表示很不开心，他真的有点很认真的不开心。脸都垮了。所以我想问一下，Chris， 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各个担当是自己评的？还是歌迷评的，还是公司定的？感觉好像都有吧。都有。对，就好像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是吗？对对对，比如说我觉得我就是主唱。你也是主唱。好无辜。不知道为什么你又越来越矮。刚才还挺高的呀，真的快哭了。都是主唱，不是，主要是越拼头发越塌，气死了。刚才就是说了自己是主唱担当的朋友，请前进一步。对，有 Chris， 有 Dio， 有陈，有伯贤。那么呢，现在需要在他们这个专辑里面同一句
彭昱畏歌，对，就是这一句，每个人唱一句，啊，好不好？我们现场来听听谁是主唱担当，好不好？不过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同了，到现在都不一样。我们先请第一个解释啊，伯贤明显的充满斗志，对对对对，让 DO 最后吧，对 DO 最后 ，DO 压力最大，我觉得。因为有一种位置不保的感觉。DO 的头发要不要再加点？我跟你讲，发胶。说出这个题目之后，第一个感觉到不安的，我觉得是陈。陈一直在搓他的后脖子。可是我觉得是 Chris 吗 ？Chris 没问题，他会唱的。一句我们让陈来好了。我觉得是伯贤，因为我觉得伯贤比较悬。是吗？因为他主要负责眼线嘛，对不对？伯贤主唱担当好吗？来来来 ，Baby don't cry tonight。어둠이거치고나면아주창哎呦是主场，要肯定自己。你是主场，是主场。哦，主场，你主场，他不是，他不是主场。好，翻脸了啊！来来来 ，Baby don't cry tonight。当黑夜再次亮起来 ，Baby don't cry tonight。我觉得这是有团队精神，就是给别的，就是同样在主唱位置的留后路。还有一个怕自己是同一个起跑线，还有他怕没开嗓喉劈了。OK， 好，下面我们 Chris， 好吧，也是同一句吗？还是？是啊，是，没问题，没问题。低音放到最后压力好大，来 ，OK， 低八度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只要你觉得 OK， 对，因为一个组合里声音就是要有不同的 feel 嘛，不怕大家听不清吗？So baby don't cry tonight， 当黑夜再次亮起来。是走不同的感觉的路线。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说 DO 吗？都有一种。你看他两眼放空，现在 DO 退出主场。네여태까지분들은아무것도아닙니다저희앨범노래말고제가중국노래를준비했는데可以可以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我能不懂调我觉得你唱的是不错的但你唱的时候伯贤一直在那是怎么了那是什么意思呢떠는게너무보여줘서보여봐서보여줘서원래더잘하는데너무떨고있어요지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太想证明自己是主唱了，所以有压力。我们是难控制，我们就同意他们都是主唱好了。你们都是好了， okay, 全部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有一个说法叫做门面担当，这个很重要，就是帅气的样子。那谁都愿意觉得觉得自己是门面担当的朋友，请上前一步好吗？十二位各型各款的超级花美男。谁才会是他们当中最当之无愧的门面担当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觉得自己是门面担当的朋友，请上前一步好吗？来。伯贤，哎呦，伯贤，哎，来，伯贤还拖一个，真的，哎，不喊停的话，真的吗？出来，后面真的，后面这结尾，后面是怎么的呢？没有，他们还没有，没有，还有谦虚的，没有，就后面的意思是，其实那些是被淘汰的，只有后面这些才是门面。好了，不用啊，就是。觉得自己是门面担当就站出来 这四位好了 OK 好问一下灿烈你现在看一下旁边那三个人你觉得谁不算门面担当谁不算
全部的，全部都不算，全部都不算。OK， 好，都不算。说实在，说门面担当的第一个走出来的是孔雀哥哥，真的是涛，他需要有多大的自信？为什么那么的自信？对啊 ，OK， 同意，涛是门面担当的。我们所有 XO 的成员，请举手好吗？同意涛是的。今天举手了，你们想要什么全给你们。什么？大妈举手了。哎，想要的全部都给你们。哎，只有一个，只有 SO 一个人。但是因为他是他的妈妈呀，他觉得。妈妈自己的儿子，我们采访一下没举手的。OK， 采访一下 DO 了，为什么你没有举手，而且你还要悲伤的伏地？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棒到不行那种哈。OK， 问一下那个世勋好了，世勋，你觉得他比你更门面吗？涛가이게세팅된모습을볼때마다정말최고라고생각합니다근데세팅전에他否定了素颜的他，有前提条件。哎，我听说 SOHO 是涛的妈妈，然后当涛被委屈或者难过的时候 ，SOHO 就会去安慰他。是怎么安慰呢？是怎么安慰的呢？我的儿子。请问在那个 XO 里面有妈妈吗？有没有爸爸呢？谁是爸爸 ？Chris， 为什么你是爸爸？因为我比较高。哦，高的就是爸爸。哎，为什么门面担当的时候你没有走出来呢？因为我不是啊。哦，你不是啊？哦，对了，我忘了，你是主唱。他一直在就是确定自己实力这件事情，然后不是啊。所以主唱跟门面，你更想做哪个呢？我想做005。好了，来一段好不好？这样来，这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能乱说的。这是主舞担当，又来，主舞担当，主舞担当 ，Chris 你也出来，来，这是主舞担当，然后这边是新的叫板啊，都在叫板、啊。新的主舞担当 ，OK， 我们先凯一段舞蹈好不好？因为凯跳舞特别帅。我记全了，没有记全这回事，没有记全这事。同样的音乐来给 Chris 笑笑。再给他一次机会，来 ，One more time， 来。你是美女，我是狼，好想走入你眼前。扎了个马步。那我们要肯定一下这四位门面真的是你的，真的是你的。先生，你说好了，你最想。因为说不想长大嘛，如果可以回去的话 ，SOHO 你想回到几岁？저는한살때로돌아가고싶습니다。啊，为什么？为什么？왜냐하면많이잘수있고그리고또울기만하면엄마랑아빠가다해주니까얼마나좋아요。因为他现在真的辛苦，他要当别人的妈妈，要给别人真的很想念当初妈妈照顾他的时候。OK， 博贤你呢？저는12살때로돌아가고싶어요。这么有零有整的。그때제가갑자기밥을많이먹기시작했는데그때부터살이되게많이찌기시작했어요그때어른들께서되게얘는분명히클거다얘는키가클거다라고말을했는데시간이지나도결국크지를않더라고요네지금와서생각해보니까이렇게무거워서무릎에충격이너무많이가서키가많이안큰것같다는생각을지금하고있어요그때捧场王一直在笑，捧场王一直在笑。对요对요对因为饭都到了那个脚下面，犹如灌了铅，是吗？哦，原来我是因为这个。灿烈，你想回到什么时候？유치원다닐때로돌아가고싶은데친구들에게말도잘못걸고그랬는데그시절에제가 어린마음에좋아했던여학생이있었어요근데아결국에는自己的长也捧啊说着说笑了还行아네결국에는제가소심해서
그 여자에게 말도 한번 못 걸어보고 이제 초등학교에 올라갔는데 유치원 때로 돌아가서 말을 한번 걸어보고 싶네요. 네. 非常后悔，非常后悔。好，累，你想回到什么时候？回到什么时候？十三、十四岁的时候吧。就那会儿遇到嘉哥那会儿。对啊，对啊。然后呢？你想跟嘉哥说什么？回到那个时候要怎样呢？然后就会有很多视频可以看，在今天。不是，他想回到那个时候，再录多一点视频，以后再回过来看。对，然后在那个时候跟维嘉哥一起，然后在做节目的时候也。 努力的多学一点东西，然后哎呦，这么会聊天，那些学的都没用。你应该那个时候回到那个时候，然后跟维嘉哥说 ，I'll be back， 是恐吓我吗？累是被评为是主舞担当，就是舞蹈这边。我们这个累来一小段好了，好不好？舞蹈好吗？随便 ，freestyle，OK。 这段舞蹈里面，他这段舞蹈里面跨很重要。在跳舞之前，主要是跨呀，跨先出去，这是跨的担当吗？跨担当。我们问一下涛好了，涛你想回到什么时候？我想回到那个上一次我们六个人来快乐大本营的那一次。为什么呢？回到去年那一期是不是六月份？你想你准备换一件衣服不穿孔雀衣？换成那个时候回来要怎样呢？要做什么？ 我就觉得那时候给很多人带来了，就觉得让别人很开心嘛，然后自己当时傻不拉几的。我是 EXO M 的会唱歌会跳舞会说 rap 的功夫熊猫涛。我的兴趣爱好是逛街，然后去海边散步。<笑>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跟你一起散步，你要选谁？我选我自己不行吗？自己可以，你自己。 他喜欢一个人在海边散步，就在整唱歌的时候，一直孔雀默默的走了进来。耍赖，我的火热足以融化冰雪。所以你要逆袭一下，是不是？你想说回到那个时候用更好的状态来？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能表现得更好了。你有准备什么吗？就是为了证明你可以更好。啊，我准备了一。 段韩文的 rap，OK，韩文 rap，OK，来一段，你觉得你直接 rap 就可以了，不用解释。OK， 好，加油！加油！你看妈妈，妈妈，妈妈给儿子说一句，加油！谢谢妈妈，可以开始，可以，嗯，加油啊 ！I wanna go back， I wanna go back。 谁？这是谁？这是泪刚才对我说的话。泪十三岁，他就说 ：“I will go back。”我特意准备了一个 surprise。他准备了一个 surprise。每次都是打断。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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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I wanna go back, I wanna go back, I wann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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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back. Ayo, dirty la. Yeah, I'm officially missing you. You know how I've been though. 이제 너와 네가 친구 사이로 내 맘이 3일 전부 진부하게만 느껴져. 마치 실이 바진 친주 혹은 가벼운 티슈. 우리 두 간의 이슈 말그는 이제 없을 거야. 너 아무 느낌도 안 나겠지만 써도 너 어느 밤이긴 더 혼란스럽게 지나요. 실이 구리 실이 저센터. 예! 成功，帅的，怎么了？你刚才回头突然看到一个，真住了，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这样的？大家。没有看他表情，你是忘了什么了吗？哦，你忘了什么了？忘了什么？就是我忘了 Tommy 出来唱。哦，本来这里面还有只顾还有 Chris 的，只顾自己表演，加一个，再加一个，只顾自己表演了。什么地方？可是你说的你自己不出来唱。他有在后面发出一点点声音，但是你刚才气场很强大。本来我们在底下排练的时候，我出来唱完了，我唱完 I wanna go back, I wanna go back, 他应该出来，他都不出来。所以你的惊喜就是他出来是吗？对啊，好惊喜啊！
好吧，就是你在那唱，然后所有的人一起加入了，可以吗？怎么加入啊？你忘了他是自己一个人在海边散步的，对，他不能加入。哦，你是不合群的。你可以这样，你唱尾，就是 rap 的尾声部分，然后他再加入，可以吗？再来，对对对，再来一遍，好吧？来，掌声鼓励一下哈。好，这个得到了他的赞扬，哎。好的，吐鲁斯。那个我，what？ 走，我那个还有，没有，好，是这样的，我估计明年你来的时候，你又想回到今天，把这些再改变。他那个 I want to go back 还唱吗？唱啊，从头来。OK， 好，来，这是重点啊，预备起。I wanna go back, I wanna go back, I wann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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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Hey yo.Dirty love. Here we go. Yeah, I'm officially missing you. You know how I've been through. 以前老玩那个亲姑，三二六的妈咪，三米长的亲姑，还填满了各种麻将，心里八戒清楚。我跟改变必须无力涂改的一宿，那给了一切，我是高阳的阿木的金子，爱的给金马手都的那把米金子。后来是萝卜给鸡，那要稀里咕哩稀里着扇子。金都还是金子，那 independent， 那结果你那注意在浪花玻璃上 game， 还给都赚的 over 了这几码 just pay for。But can't be single. Sound a little the way the melody sounds. 苹果喊了喊了，我都找不到你的手。I'm officially missing you. 나도나는지만아직나괴롭히네 Yeah. 完整，对，非常棒。我问一下 T.O. 好了，他们两个的韩语标准吗 ？T.O. 这也是哦，这表演没结束，到 D.O. 那儿才结束。D.O. 是我看了两下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 X.O.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一个全新的企划，叫做花美男大调查。花美男大调查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题目对我们的 X.O. 进行一番调查。花美男大调查，现场由高到低摆放12根柱子， XO 成员针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选定相应的柱子，而最终的答案则是依据 XO 成员早已悄悄录制好的密室投票 VCR 来决定，更有 XO 贴身工作人员的公正判决。 Ready Go。 你说我好担心哦，这个环节就是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公众给予自己的认可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没有那么害怕，我就担心灿烈，因为他那么爱捧场，也爱捧自己的场。我不担心灿烈，我担心秀敏，因为他可能又不选又不认可别人。接下来第一题，请问在 XO 当中哪一位是最幼稚的？最幼稚的那个请报一号，最不幼稚的那个请报十二号。三二一，开始。翻译姐姐来到了一号这边。你看这边打起来了。十二号，十二号柱子，三个男人打起来了。涛，你在推别人是吗？涛是这样。哎呀哎呀，要再推。陈把涛拉过来了，拉到第二。陈不要欺负涛，他妈妈在这儿。陈是带了两个人过来吗？陈对，分别带了一号跟二号。涛嘛，陈是带位的，领位的。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把涛和灿烈拉过来坐在这儿？그래서저는스스로찬열씨가스스로일본으로갈줄알았어요。可是请问一下，谁给你这个权利去安排别人？灿烈选的第一位是最纠结的，他是从那儿在犹豫了一下之后被陈带到这儿的。고민을했다기보다는12번에너무많은사람들이붙어있어서어디로갈지이제고민을했는데첸씨가저를끌고온거죠。各位，十二号那个多成熟。你们没有注意他吗？他一直抱着柱子在摇啊摇，我不知道，就是我很分裂，你知道吗 ？OK， 鹿晗，我想问问你，在所有十二个人当中，谁是最错站错位置的？谁最不应该站在那里？我觉得站错位置应该是涛跟灿烈。涛跟灿烈，他们应该在哪里？涛应该站第一位。真的。
涛正在，涛以为自己找到了知音，对不对？我应该十二位，他说，他还瞪了一眼我嘞，他刚才瞪了，他是不开心的。你现在是怎么？涛，不开心的。你和秀敏谁比较幼稚？我很 man， 他很幼稚。你很 man， 他很幼稚。看他爆粗的那个样子的。你哎，好 ，OK， 那这样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到底通过公投之后，通过投票之后，在 XO 当中哪一位是被公认最幼稚的？来，我们一起看密室投票，究竟谁是幼稚王？他是我心中的幼稚鬼，他我是채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他我们的呀，是我自己。那么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你真的非常幼稚。洗澡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脱另一个，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这么大的人了、啊，每天去洗澡的时候还要叫别人陪你洗，因为这种方式看心情，心情比较好的时候陪你进去稍微晃一圈。每次都听到涛在找人没洗澡了，跟我一起去洗。我每次都拒绝他，因为我这人不太喜欢跟别人一块洗澡，我比较喜欢自己洗。所以你是我心中的幼稚。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件事情，妈妈，你有陪涛洗过澡吗？不，应该这里应该是这么问：我们所有的朋友里面陪涛洗过澡的，请举手。哇哇哇 ！OK， 好啊，有两位没有陪过，五号跟七号，没有，为什么呢？累，你们没有陪过他洗澡吗？累，拒绝了吗？累，拒绝了还是怎样？是这样的，我个人不太习惯两个男生一起洗澡。请问你为什么要洗澡？为什么你自己洗澡会发生什么事吗？你是害怕吗？还是怎么样？其实这有两个原因的。嗯，哇，你坐在这好合适哦。有两个什么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十二个人住一个宿舍嘛，每天。就每天活动完了回家以后就很挤，然后我就怕他们没时间洗了以后，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块洗，要洗的话就节约时间，节约点时间过来跟我一块洗呗。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是有时候晚上过了两三点我害怕。害怕是吗？既然被公认是最幼稚的，我们就有一个惩罚，就是既然你是最幼稚的小朋友，现场就罚他来做一个最萌的表演。到底什么表演让涛如此纠结？
来到我们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做一个最萌的表演，好不好？好。所以你要表演什么呢？幼稚鬼。以后我们不要叫你那个孔雀哥，叫你早早熊好吗？早早就是熊猫，然后又陪别人陪着一起洗澡澡，所以就是早早熊。早早熊可以吗 ？OK， 你要做什么样的卖萌的表演？我做什么？摩哈哥。要不就听大家的，让大家想要你做那个 Kiyomi 那个可爱颂啊，是。你们帮我唱一下，加油！好，预备起。来，一起帮他唱，来预备。一刀几的 Kiyomi， 一刀几的 Kiyomi， 刀刀几把吗 ？Kiyomi， Kiyomi， Kiyomi。啊！一刀几的 Kiyomi， 五刀几五的 Kiyomi， 一刀几五的。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你没有带任何感情啊！谁做这个做的最好？你们成员当中谁做这个最好？十一号后面那一位。OK， 好，这是一只很 Q 的狼哈，好来走着。还可以休息一下，是的。好了，接下来下面一个调查，请问在 XO 当中谁最有异性缘？哦，最厉害的报那个，最不厉害的报这个。为什么这个所有人在抢这个呢？他是很谦虚吧。最有异性缘呢，最厉害的十二号，最厉害的报那个。大家都快看，멤버가12번으로가주시고이성에게인기가없다고생각하는멤버는1번으로와주시면되거든요最有的是那个是吧？这干嘛呢？这你要跑几回？所以这两位的意思是，他们是都觉得自己是同时没有异性缘的。还你觉得谁选的不对？루안형과여기백현이형都应该是往那边站的，对不对 ？OK。일단백현이형은적어도10번이상은가야될것같고루안형은저기12번鹿晗十二号，那十二号那个灿烈应该是几号？灿烈应该几号？여기요就是放弃他的意思。十一号那根对吗？十一号那根，十号跟十一号那根，对吗？对吗？他对吗？千一为什么저기있는지모르겠네요千一夫就说 I'm watching you， 我看住你。我们请千解释一下吗 ？OK， 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自己？사실은뭐말도안되죠예이해가안가실거예요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经过是谁呢？对，经过大家投票会是谁？来一起看密室投票，究竟谁最有异性缘？这个问题是不用考虑的。인기멤버바로접니다아까도보셨다시피이게팬들보셨죠바로다제팬입니다어떻습니까크리스크리스형인데요因为我们在一起在逛街的时候，经过的女性都会去看他，回头率是最高的。凭什么别人就非得看他不看？啊，说实话，我也长得挺帅的，跟他差不了多少。其实，大家第一眼看到就是。Chris， 当时一个都是在看我，所以我看很短，看错了，其实都是在看 Chris。初恋那段肯定肯定那个明坤的感觉了。其实我有点吃醋，但是其实我也不错。就这么一看，我觉得大家就能分出来谁是最帅。OK， 所以得票最高的是 Chris。OK， 来，最有异性缘的朋友现在站在中间哈。OK， 最满意。好了，那这样，那我们要有一个仪式，就是他要去跟，他要交换，对不对？灿烈 ，Change your place 灿烈。灿烈，你是 good OK 吗？对对对，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好了，灿烈和 Chris 两个人分别来表白一下，看看谁更美。제가오늘사실은이캐럭대본형나오는거를위해서우리세훈씨랑매력을어필할수있는중국어를연습했어요요来매력어필에서는이제우리루안씨가도와주실건데 OK 好那시작하면될까요好来啊来，不然再猜。
哎，不是甜甜，你们想吃什么？猪蹄儿，猪蹄儿啊，鸡爪，鸡爪，哎哎，好好好，来来来，哎哎，再灌来啤酒，好，啊，一百瓶，一百瓶，哎，一百瓶，快点快。好，谢谢谢谢，好，啊，再来一单，不是买一单，好好，我们总共消费了555块钱，啊，555块钱，啊，没钱，午餐，啊，谢谢，我想请问一下，刚才的表演跟异性缘有一毛钱关系吗？而且为什么灿烈的那个口音是有他的普通话？你从哪一句听到的？就是那个一百瓶，鹿晗教的。刚才那个就根本没有证明有异性缘嘛，对不对？好 ，Chris 到中间来好了。他们用比较好笑，那我就用比较深情的吧。深情 ，OK， 好。对，谢谢。嗯。谢啥呀？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觉得很棒，可是他整个在唱的这个过程中 ，Dio 一直翻白眼。朋友们，主唱을我 Chris 형한테 주겠습니다。好，那接下来各位请起立，我们最后一题来。下一题，花美男大调查，请问在 EXO 当中谁？最胆小，胆小的站这边，胆大的站那边。一个，胆小的在这边。자멤버들중에서翻译姐姐解释一下。겁쟁이가겁쟁이라고생각하는사람은일본으로와주시고요。三、二、一，爸妈过来了。妈妈，谁让你过来的？儿子。儿子 ，OK。超，你有什么资格在八号？你洗澡都要人陪的，真的是。为什么你妈妈是那个最胆小的？跟我看电影吗？我会去骗她，我说这个电影真的很有意思，这是喜剧片。但是呢，我每次都会打开恐怖片放在她面前。她每次刚开始跟我说了这段话，逃了，你吃饭了怎么的？我看电影了，好看一看。看一个不要，看一个不要，啊不要，让我看，我看。怕看恐怖片。一看恐怖片。哦，这打我这！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灿烈又把自己排到第一去了？灿烈一直在抢第一的宝座。谦也是，谦现在也是，他们基本上在那边区域长在那个柱子上。对对对，谦不是在十一就是十二。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票，到底 XO 当中谁最胆小？密室投票，究竟谁是胆小鬼？哥，非常对不起你，你在我心中也是最胆小。在我心中最胆小的人呢？저희 X 리더 수영입니다。수영수호수호입니다。수호입니다。수영인데요。수호는요？겁쟁이는수호。이게겁이많은거는되게몸을살린다는거예요。감성있고감성있고最害怕看恐怖片。근데거절을해요안보겠다고저는일을하겠다고。미친개그쳐서길이겁이많구나그래서수호를하겠습니다。对不起，你班级上最胆小的一个人。最胆小的是守护 OK， 所以你要不要证明一下你其实不是胆小的？我都可以。他这样不好整，这么证明怎么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可以指出一个你觉得比你还要胆小的人。好，他为什么比你胆小？공포영화잘보는데막호텔에서방에여기귀신있는것같다고장난치면은같이자자고。既然守护证明他正说他自己不胆小，那么接下来就接受我们这一轮要做的考验。其实说实话，挑战非常大。队长守护要背对的这个台阶站在上面，然后由 XO 的成员手拉手的来保护他，然后他要往后信任自己的队员，要倒到所有人身上。我们首先请。一点都不胆小的守护来发表一下此刻的心情。这是什么？帮帮我，帮帮你。OK， 你怕高吗？모든걸무서워합니다。怕所有一切。那你就因为他已经被定位最胆小的，所以他就是破罐破摔。那今天有点挑战的意思。相不相信 XO？ 当然。当然。OK， 所以你敢尝试吗？是。
要加油啊，好不好？来，我们所有人给守护掌声，好不好？第一件事情要请守护走上这个台阶。好，谢谢他，挑战完成了。怕的嘛，对不对？我陪你上去，来，我陪你。哇！XO 的成员到这边来，准备接住他。这边，这边，这边。好。请注意，所有人，你们的目光要看着守护，要看着他。一方面是用你们的目光给他力量，但更重要的是，他倒下来的时候，你们要记得躲一下。要对大家说什么吗？이게어떻게보면안무서울수있는데진짜무서워요真的真的真的快听转身对这样是对没啊짝이없어요好小心因为为什么要把他的手控制住是因为怕他倒下去的时候下意识的挣扎然后有可能会打到他的队员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保护措施更害怕了抓住对 OK OK、我想知道他的头倒他倒下去会不会碰到他们的头啊不会不会不会他们手上那个戒指他们要不要摘、啊、头要注意往后啊手上的戒指都摘了都摘了摘掉了摘掉了你们的头小心一点呐、啊、你们的头要往后啊来我们下来自己下来让他自己来没问题没问题让他自己来你去哪儿？我在这，我在，啊、没有没有、啊。帮帮我！啊，帮帮你，帮帮你，没问题。啊，老师，我就把他往后放出去 ，OK， 好 ，OK， 好，让他自己倒 ，OK。哭了，手哭了。哦，是怎么样？怎么了？아잠깐울컥했던게일단겁나서그런게아니고요멤버들이아래서같이였잖아요어제가뛰어낼때엑소사랑하자이렇게외쳤는데그뛰어내리고멤버들이저를감싸안고있는그모습봤을때그너무울컥我们掌声给了不起的 XO 好继续我们跟 XO 一起来既然不想长大我们接下来就回到童年好啊童年大作战好吧对这个童年大作战的游戏非常的简单就是传说当中的老鹰抓小鸡但是台上这么多人呢、加上主持人呢我们一起分为两个组好不好、好分组我们采取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大家看到呢现在台上呢摆着很多把椅子一共有15把、就是我跟娜娜待会主持这个环节其他的人都来参与这个游戏每个人挑选一把椅子、椅子呢有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就是你一坐就会塌掉的啊不许不许碰啊不许碰啊就是坐下去有真有假待会儿打乱位置啊、就是坐下去如果是个凳子的人就是一组然后坐的趴在地下的那组是一组你第一个点谁佳佳我就点伯贤吧伯贤好吧伯贤好，伯贤先站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其他的成员谁要跟伯贤一起做？一、二、三。好，那么有两位是我们的灿烈和迪欧，伯贤人气不错，所以我们伯贤要从中间选一位。灿烈和迪欧。好。아너무갈갈보해서정하는거어떨까요石头剪刀布不我不行不行你挑一位 你选你自己灿烈灿烈灿烈
你好，你又受打击了。喂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为什么是灿烈？这是好走的意思。对对对，好走的意思。为什么是灿烈？씨가굉장히되게날좀찍어줘라는눈빛을계속보시보시好，两位任选一个椅子啊。我们大家出来的时候都不要碰椅子啊。准备好了啊？选好了 ，OK。好练啊！一、二、三，请坐。哇！好，那个大力的坐。啊！好，good。这个抽走了是吗？这个其实他坐下去的时候响了一下，因为他坐的太大力气。对 ，OK， 好。哎，为什么两个人选择要在一起的人却分在了两个组？啊，好惨！好，大家哭吧。好，选了定了组的都就站这两边是吗 ？OK， 好，所以伯贤到这边来啊，逆袭组吧，那边叫逆袭组，好。伯贤在这边啊，坐到假凳子的叫逆袭组哈。在这边，在这边。接下来我们让 DO 了，好不好？何老师，没，何老师你来选。我觉得让他们选一个一个，他们一个我们嘛。来，何老师，好，听好了，愿意跟何老师接受这个挑战的，请举手。哇哇！哇哇！只有秀敏，为什么？他没明白是什么意思。MC 분이랑의자뺏기하고你不喜欢我？不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跟我接？哦，你想跟我一组？사실저는타오랑하고싶었어요。海涛，至少有一个人选你 ，OK？你该开心的。好了，何老师这么多人，没有可以选择。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选过任何人，他坚持下去，这是他的个性。OK， 好了，因为他没有选择这件事情。何老师，现在该你了啊！除了秀敏，每个人都选了，你要选其中的一位，这叫怎么选啊你？哦，这有九个人供你选择。哇哇！哎，如果我调皮的话，我就选海涛。对，不行，是不是？不行，何老师来选了。我要安慰一个刚刚受伤的人 ，DO。哎，何老师，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有一种参加婚礼的感觉？互相感谢答谢。Okay， 没有，重点是什么？他欺负我，因为我年纪大，你知道，他越玩越低，我实在卡在这下不去了。好了 ，OK， 选完人选凳子好吗？好，我要这个。啊 ，DO， 你选哪一张凳子 ？DO， 行，不许试着坐，就一下坐下去啊！一下坐下去啊！一、二、三，啊！何老师，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何老师下午他就跟导演说，会不会我坐到假凳子，因为我太轻了，那个凳子不换，真的没换。哎，他们倒下去的时候，灿烈一直在后面鼓掌捧场啊。因为目前为止他们这一组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你们两位也请到逆袭组好吗？接下来我们让队长 Chris， 下面愿意跟 Chris 一起的请举手。一、二、三，妈妈也举手了，妈妈挥动着。哇，在这一对母子当中 ，Chris 非常难选啊。对，还有累呢。啊，真的耶，累，还有累，真的，究竟是选妈妈还是选儿子？现在累也加入了，还有累。我可不可以直接一家三口带走算了？我爸爸妈妈儿子。其实按这种方式，你索性得罪一家人选累。你知道吗？好了，哎，你看那个涛现在用一种怨恨的眼神看着他，说你不选我，你就完蛋了。来 ，Chris， 啊，选的是三二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来 ，Chris。啊，选的是三二一，
涛有一种不是我还是谁？Why？ 为什么？为什么 ？Chris？ 为什么是涛？因为我觉得涛很渴望，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他想回家有赏，有拉面什么的。够了好吗？够了好吗？大家都不臭美了。来选凳子好吗？ Okay， 好来，两位，哎，两位，两位站好吗？好，三二一，请坐。坐啊。没坐。哎。两个。三个对三个好吗？来迎接你的队员。Okay。 好了。肯定是没问题的，捧场王来了，捧场王来了。好，来下一位。好，下一位。哎，娜娜，我跟大家讲，我跟大家讲，世勋特别失落，因为刚才那把椅子就是刚才涛坐那个椅子是世勋刚才偷偷有敲下。没有，他没有敲，他刚才笑的时候的哈哈哈。然后。他就记住了这把椅子，结果没想到被涛给坐走了，所以因为那个动作我刚才很失落。哎，我们现在这样，我们就马上，我们马上就不给世勋机会再试别的凳子，让他来选择。OK， 好不好？世勋，让世勋好吗？有谁愿意跟世勋一起接受挑战的？三、二、一。好了，世勋选择一，二，三。在前面好难。Nice。 为什么？他掐着哟。OK， 那选凳子，选凳子。好，来，来。OK 了吗 ？Are you ready？ 三，二，一。没做到，没做到。啊！这椅子腿也能捶碎啊！逆袭组又添两名新成员。好，接下来一位杜海涛。啊，上吧。这么快就到我了。好，愿意跟杜海涛的请举手。一二三。选凳子，选凳子。一。那海涛会做到真的也会碎吗？会碎，对吗？没法分、啊。所以你轻点做好吗，海涛？准备好了，三、二、一 ，sit down。哇哦！海涛的呢？十的。鹿晗，鹿晗，你是个木匠吗？对，你一定是个木匠，好吗？太装备了。好，接下来下一位， okay， 那下一位，李维嘉，嘉哥，我，哦，来，同意啊、跟嘉嘉一起的，请举手，三二一，哦，全票，嘉嘉，这是怎么了呢？是要吃了？因为我希望选我的那个人，他举了手，而且他是第一个举的，哇，是谁、啊、？Sorry。是师兄师弟聚首了，对不对？啊、我们手牵手一起做这两位，好吧？三、二、一。哦！啊！快来！这个好残忍，哎，这个真的很残忍，这个游戏。对。本来要一起的。是的。说好的一起的啊。哎，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呀，坐凳子又分开了，就是这样的呀，都在一起就不好玩了。好，来，星星，下一位。哎哎哎，有人哎，陈耀牵着我的手说了句话，是怎么？他说没选我，活该。很呢，活该可还行？那就让他出来，来星星，让陈出来好吧？星星说让陈出来，让陈出来好吧 ？OK， 好，愿意跟陈一起接受挑战的，请举手。他们两位，哎，选过的还能选吗？
生气，哎，把台词摘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陈别生气，给你一个选择，你先做一个好吧，给你一个选择，你先做一个，你会不会开心一点？陈，你选一个，对，给他们好看。好，一二三。好可怜，你们两个不选人家，还要把人往下按。钱也没有，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他的是摔得最狠的。后面两个人呢，我觉得也不要那么轻易放过他们，一个个来选。他们不可能要一组，一个个来选。好，我们首先请鹿晗。今天鹿晗作为木匠敲了很多的凳子，请坐。这把凳子是他自己打的吗？哦哦，实的实的实的，真的凳子，真的凳子，真的凳子。守护，守护，守护！이것도무섭다고。啊，这个也害怕。也害怕。妈妈，你为什么又留在了最后？这个真的，最后一个是最害怕的。这要不要喊我们相爱吧？喊起来了。没有问题 ，OK， 好。这个应该臀部好痛吧？会掉下去的，结果没有。好了，我们现在组已经分好了，我们要玩的就是我们要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就玩的游戏叫做老鹰捉小鸡。我们何老师这边的队名是什么呢？我们有几个步骤，我们开始解释队名的时候，有两位队员呢，他们首先被连累了，配合一下我们。Yes， 谢谢何老师。我们队叫做我们队叫做。霍比特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要是七个人，你愿意做白雪公主的话，我们愿意做七个小矮人。好，请听我们的口号。口号是 One Two Three Four， 霍比特，霍比特要长高。何老师加个别人我就算了，你们俩说晚了点吧，现在真的不晚了。 OK， 而且我们要特别谢谢世勋和凯愿意加入我们霍比特族，他们全名都是这样的。 OK， 我们降到你们，你们就要这样。高的全在这边。对，这边你们那边快一点好吗？这边是演了个电视剧吗？好，快一点好了吗？ 好 OK 了啊，可以吗？队名是什么？愤怒大鸟。我怎么没看见大鸟啊？好，那口号，口号。好，我们的口号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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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l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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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们不是不是，你们的名字霍比特，霍比特要长高，霍比特，霍比特要长高，霍比特，霍比特要长高。哎，真是巧了，为什么就是我们这种身高都在这边？哦对，哦，搜狗还在那边。힘내요힘내。哦，没事没事没事。我为什么会道歉？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资格说的。先排兵布阵好了。哪一队先来呢？不是这样，是每一队都要先，就是看是先来，比如说演老鹰，还是先来演小鸡？我们哪一队先来老鹰？石头剪刀布，好不好？好。我派出我们队最高的，维嘉。最高的是谁？对，我们队最高的。哦，我先来哈，何贤。你们这边派一个人，石头剪刀布。好，出来，出来，出来。赢的人来选。石头剪刀布 ，Yes。What is this? 剪刀是吗？啊，重新来，为什么？很笨的，很笨的。没有，剪刀一定要这样。这是什么？他刚才出了这个，他出了这个，然后他就说你这是什么？很简单，很简单，他五，我们八。没有，没有，他是这样的，他说我五，他说我屁了你。OK， 玩什么 ？OK， 啊啊，来 ，One two three go。好，
好吧，你们选吧，你们选吧。是怎样呢？你们选，你们老鹰还是你们小鸡？要先抓还是要先手？我们先。你又来了，他脸又来了。我们先选小鸡。好，小鸡。好，那我们老鹰谁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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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鹰是。好，这边派出四位。OK， 好，来，首先来，先，比赛之前，先一段舞蹈，那个小鸡舞啊，一段舞蹈，来，预备，音乐。你把电脑开小鸡，生小小鸡鸡，诞生小小小鸡。快帮一下大妈，亲妈妈晕倒了，亲妈妈自己是起不来的，您这队不行啊。来，快，哎呦，哎，对了，你是他们队的，不要太靠近。 OK， 好，60秒看抓到的小鸡哪一队多？好，60秒钟 ，OK， 六十秒钟，计时开始。算吗？算 ，OK， 算，有一只鸡的尾巴，一只抓到一只，不算吗？等一下，没有，他把他后面那个发给拉掉了，那就离群了，这个不算，发给拉掉了，这怎么办呢？算啊，但是他离群了，没办法。我觉得可能只能叫上回，对 ，OK， 重来一个，这肯定不行，这个换个位置嘛，这不行，可能要抓这儿，最后一个比较吃亏了。OK， 好，重新开始了比赛 ，Ready Go。抓到一只，抓到第二只，OK， 好，时间到，两位评委是三只全抓到，对不对？全军覆没。这跟我们小时候玩的很不太一样。我们要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游戏这么好玩啊！我想说一下，就是碰到了并不等于抓到。要怎么样？抓到了要等于是就是这样抓到了要这样。就把它撂倒了，那一个手不可能。好不容易站起来了，抓到了就是把它。OK。哎，各位，妈妈累的呀，年纪大了，妈妈累的呀。妈妈在这里边完全没有拦住一下，一直在跟着跑。那 OK 的吧 ？OK， 我们交换。舞蹈的时间。Dance time， 开始了吗 ？Dance time。可以了，保存体力。好，保存体力。OK，keep your energy。OK， 好，妈妈加油。好 ，OK， 来60秒钟。Ready go。Chris，哇，我们这队玩得好好哦！哇，我们这里好厉害！我们这队好会玩呐！霍比特人，我为你骄傲！哇！全力冲了，转起来！大前队！耶！耶！加油！啊！好棒！头一只抓到头一只！抓到一只！
现在变小鸡抓老鹰了。哇，我们三只鸡把鹰压瘪了。OK 吗？没事吧？没事没事啊。老鹰。哇，真的不要小看鸡。好棒啊！啊，这鸡妈妈好厉害，好厉害！抓那个鸡妈妈好厉害，鸡妈妈好厉害，真的。秀敏，你好厉害，好顽强的。我宣布一下，龟的妈妈，我好想哭的。我宣布一下，我们刚才这边呢，就是这边抓的时候，是45秒，45秒抓到了3只。那我们这边呢？抓了半天，只抓到一只。他永远都在抓同一只，而且老鹰也牺牲了嘛。不是，我后来看到抓了一只，但是后面两只连着一起出来的。没有没有，关键是我们把老鹰给抓了。对，好，结果算是。因为我觉得一边呢抓了3只小鸡，一边抓了1只小鸡，然后我觉得加起来的话，3只小鸡比较多，抓就是我们这边对不对？对，你们这边胜， okay, 我们这边因为你们这边哈比人这边跑得比较快嘛。霍比特人是吗？终极惩罚就是输了的那一队抱着赢了的那一队的人做5个深蹲。啊！再找好队吧，谁抱谁，谁抱谁。这景象有点壮观。我们先这边的好不好？先这边的来。先3组开始。预备，开始。拐他蹲下去。拐他。海涛。哦 ，OK， 完成。海涛，你对陈好一点。那开始好有信心，到后来，OK， 好，到这边的朋友了，来，哇，Ready， 预备，开始，啊，妈妈努力啊，妈妈加油，小心小心 ，OK， 五下 OK。SOHO 已经拼尽全力了，真的。好啦 ，SOHO 已经拼尽全力了。OK， 来，掌声给他们。下周六晚，马栏山国际旅行社寻找最佳旅行伴侣，张翰、陈伟霆、吴映洁、张钧甯、杨 洋、毛子俊为夺席位各出奇招。你一天能够有多少个行程？是不会空任何一点时间。我可以1秒钟推桌子。哇，他这真的好平哦。跟我去旅游的朋友都会很安全。我觉得杨洋表现的是强，也是有脾气的。不是，我也有接到阿仔说让我照顾我。最晕头转向的游戏，状况连连。哎呀，小心啊！你们稍微人性一点好吗？这个箱子上是人，不是货，好吗？夏日炎炎，科学实验站为您带来液氮的极冻体验。香蕉把这个管子钉到木板里，哦，漂亮，砸进去了，可以了。液氮护体，内力大比拼，究竟谁的轻功才能独步天下？鬼鬼疯了，鬼鬼疯了！更有干冰炸弹大考验，引得各位高手方寸大乱，失误连连。东方之珠，噼里啪啦！要炸了，要炸了！谁的演技能瞒过众人的眼睛？嘉哥要坚强，坚强。来一段最猛烈的。啊，小心！啊啊！还有神秘大咖现场连线，打给谁？冰冰、杨幂、冰冰、范冰冰。不要演了。张翰，你从第一秒就开始放弃了。你不要猜，你乱的。他现在。你确定杨幂认识你吗？谁会是和他打电话的人呢？下周六晚，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跟所有电视机前的我们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朋友再一次推荐我们 XO 的全新专辑 XOXO。 那接下来呢也再一次请我们的 XO 来跟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来打招呼。一二三 We are One， 大家好，我是 XO。好，谢谢。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不高为我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看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你也具有娱乐精神，就支持 EXO。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见。再见，谢谢。也许的本能难抗拒，多么想要一口吞下甜的香蜜的你。香闻香味，欣赏你的心理。我用品尝红酒那样的优雅，相拥你。阿黛霍那水杯，失去已经没了虚额，不见了。我怎么会心肠坏？不想再继续我的病，怎么办？嘿，快醒过来！别当真，这种感觉绝对不可能是爱。它就是今夜的晚餐。不懂赛了，等等埋怨生气之前一定要抓到你。